大家好，我是文念中，在电影行业不知不觉已经30年。做电影是要好一丝不苟，我们身边有很多东西都是有故事，对我来说它们可以是电影的灵感。一部电影的创作很多时会有很多不同的素材和想法，最有挑战性而最重要的就是懂得冷静沉淀。一个故事的诞生很可能是由偶然见到的一个场景，听到的一段对话再慢慢延续下去。